春服一梳直。操作方法，先用温水把头发清洗干净，清洗干净以后，然后用毛巾擦干水分，然后压出膏体均匀的梳在需要拉直的部位。全部梳上以后，健康头发停留30分钟，一般受损头发停留15分钟，极度受损头发停留3分钟。待停留时间到后，用温水清洗干净即可，然后梳顺头发。梳顺以后，用吹风机顺着头发吹干即可。